吞了。谢谢各位老板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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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拿春卷，拿春卷。陆大夫针灸减肥已经搬家了啊。大爷，我来学跳舞的，灵魂舞者在哪儿？灵魂舞者在哪儿还用问吗？我如此闪亮的气质，哎。这位美女怎么称呼？你和皮纳鲍是什么关系？在下皮包士，灵魂舞者创始人，有幸师承现代舞大师皮纳鲍士。皮包士这个艺名是向我的恩师致敬。你可。步还退步了，哼！我学生见笑。我报名。你？我被车撞过，但现在好了。被车撞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得有钱呀，妹子。老师，家里存钱罐里还有，要是再不够的话，等拿了福瑞当斯的冠军，从奖金里给你扣。但是我这最小规模的班也得凑够4个人以上才能开课呀。再说这 free dance 是团体赛，你一个人怎么报名？对吧？你看你那么的天真可爱，你身边肯定还有一些天真可爱的小伙伴呢，你们小闺蜜啊，你们组团来，那岂不是更开心？去吧，别再让你爸忽悠了啊，拿能用的钱来。好，等你凑齐了团购套餐，就可以召唤神龙哟。你哦，放心吧，鱼上钩了，跑不了。等等。